我们今天的科技新闻线，让你的3C 生活不断电呢。很多朋友喜欢看这个节目呢，是因为可以教导您生活的一些3C 的资讯跟一些知识。不过呢，今天的主题非常的不一样哦。科技呢是要用来应用，但如果应用上面可以帮你赚钱，那就是创业者的好帮手了。今天要向您教导的呢，就是科技怎么样帮你创业成功，当个开店大师呢？今天请到两位的来宾都非常有意思哦。首先呢，看我今天穿着就知道了，像个餐巾一样哦。欢迎的是我们爱平美食网站创办人 Erica，Erica 你好。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平网 Erica。那再来呢，要怎么样可以创业成功哦？如果说呢，台湾哦，有人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这就是我们的大师级的顾问哦，游翔和游老师你好。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地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和福田游翔和。可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像 Erica 本身。你这么年轻，你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步入创业的这一关了，现在到目前为止几年了？七年。有想过，当时有想过就这个样子结婚，并且创立公司，现在规模是百人以上的、当时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吗？其实真的没有想的这么多。我们刚刚其实之前还在跟老师聊天说，其实创业有一些创业的人特质，包含他不会想太多然后他很勇敢就会往前冲。所以其实当初在一开始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我们只想着我们应该为台湾的餐饮产业做一份力，应该为我自己爱吃这件事情做一份力所以我们就开始投入了这个产业。你有想到了爱吃的这个性格不但造福了你自己老公跟纳豆好像是特别的好朋友啊对不对，也造福了台湾的美食的产业风貌。但今天的很多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不妨把它录下来，为什么这一堂课你要说价值几十万，价值几百万，上亿都有哦。因为创业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现在有些科技产品可以来帮忙了。可是我们先来看看回归到个人本身，老师，我们说有些创业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 DNA 的因子在里头哦，天生性格决定了命运。是，可以打个比方吗？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你看了这么多人，大概看了多少创业者，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性格？我这样创业者的话大概有上万人了。上万人的话呢，其实所有创业者都有一些基本的特质性，他们比如说在做任何事情上来讲呢，他们比较冲动，然后想法会比较立即这个我们讲所谓的讲比较大气，他在买东西啦还做决定的时候呢，其实他思考不会太多，他只觉得说他做这个事情而且会对于他所选择的得到非常相当的满意，这些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性。所以说有时候创业者不一定要口袋很深，对不对？我这个性很适合当后面事情我们还有后续的科技可以来帮忙啦。但是呢，我们就是就以这个气管来讲如果说想要创业成功的话，本身个性很重要，但是呢还有四大的要件包括了 CRM 的顾客管理、店家的行销、财管、人管，我们今天慢慢的跟你讲，但放心都很轻松，而且呢我们外界请到了游老师都是一堂课50分钟贵啊爸爸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大家看到等于赚到，对不对？是，我们大师先来讲一下，又客户管理跟店家行销，我们这些东西它什么东西关键又在哪里？其实在管理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因为其实在很多人在创业的投资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在管理面来讲做得很松散，因为他们不知道说怎么跟员工跟客户之间做到一个很紧密的连结所以空有一个在创业时的一个热情，所以他们很专注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发现跟他预期当中有很多而且是跟人相关的事情都开始通通慢慢浮出来了，所以最后大家最后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最主要就是这四项问题最后都是在这项在解决上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帮你解决到这个四大的元素，但是第一个光是顾客管理Erica 你看最近包括说食品的卫生安全之外还有一些店家连锁的素食店龙头为了一个15块的蛋卷冰淇淋连续上班的这个媒体然后经理出来道歉啦我们都常说会不会这个美食来讲饕客很多傲客也不少这美食好主观你自己吃这么多东西会不会觉得好像要讨好这些老饕有没有一定的困难度？其实我觉得现在餐饮产业在经营上面其实顾客关系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餐厅老板他们对于自己本身那个产品的手艺都有一定的信心度，但是在跟顾客之间建立关系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过去用的一些比较传统的方法能够真正帮他们去做到顾客关系维系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相对难度的但科技日新月异，那我觉得其实老板其实应该要更重视一些现在能够帮他去解决顾客关系上面的一些建立上的困难或是资料在应用上的困难，这件事情其实都有很好的工具可以给帮他们解决了。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在市场里头都可以看到这些 MBA 的这个学问其实我们说穿了老师这个所谓顾客管理在管理学上面有个很学术的叫做 CRM
end 啦，哈，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顾客的关系要怎么样去管理呢？我们看到还蛮文绉绉的，老师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讲法？好，其实一直这个 CRM 这个名词已经很多年了哈。嗯。那这边所谓的解释上面应该有观众应该可以看得见哈。我们想这种比较口语化的表达呢，就是呢，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店家跟我们的客户达成很好的关系，而且以店家的角度来讲，其实我的目的是要能够成交，然后最后呢能够让客户感到非常的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CRM 的最主要的主轴跟精神。可是一般来讲大概可以怎么样做到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完全的没有靠，以前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哦，可能老板娘就比较厉害，肯定要有话术啊，会记得你是王先生李太太，好，看到不认识的讲说帅哥美女要不要炒饭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开玩笑说老板都有一套很棒的东西叫做人脸辨识系统，就是他记得这张脸，所以他记得说哎 Erica 你来了，所以又是汉堡蛋加那中冰奶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关系上面管理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新客人的关系建立，第二个是老客人的关系维护，这两件事情其实能够透过科技化，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帮助非常多餐饮产业的朋友降低非常多的成本上的管理了。对，像我们的爱平开店通就有这样的模式，可以帮助店家去做有更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刚看到是顾客的部分哦，不过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行销又非常的重要嘛，而且像是我们开了一家店，现在好多年轻人他想创业，他就想要开咖啡店，想要开一个美食店哦。可是说真的老师，我们在做行销方面呢，会不会我们过去的思维现在也都要转个弯了？传统的行销方式工具是不是已经不够看了呢？是，其实一般来讲，大家都喜欢说，用行销的角度呢，不管是透过网络，透过任何的我们所谓能够行销的一些媒介呢，但是相对的，它得到的效应可能非我们一般所预期的，花了这么多的钱，可是它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刚才还在聊说呢，真正的行销呢，可能类似像口碑行销，比如像我们的爱拼网，大家可能上去爬文，上去看一下资料，可能还不如我们所谓的素人推荐。素人推荐相对的五颗星、十颗星、几颗星之后，可能得到效果是更加的能够得到实质的回馈。而且啊 ，Erica， 你听说有一些那种就是卖吃的老板，他们以前呢，像我们知道说我们去办一些展览啦，去那个展览世贸一馆，看到很多人在发传单，对不对？那么多便当店啦、小吃店，有些假报发传单哦，老板有跟你分享过他们的心酸，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常在外面去拜访各式各样的店家老板，包含像是开餐厅的，也有那种是开所谓的快速型的消费商品的店家。那他跟我分享一个经验，我听到这个数字真的非常非常惊讶。他跟我说，他们过往的经验呐、通常派报一次是10,000份起。计价就是10,000份开始往上倍数成长。那以他们的经验，那个发出去的数量要回收的数量是0.3%，叫做成效良好。这数字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发现0.3%，它等于是3%哎。对啊，这个比收视率后面小数点三位还要疯狂，好细微哦。对，而且重点是它发出去这10,000份的成本非常的高，譬如说它要先花设计费用，再花印制费用，再花派报费用，还有公布生的费用，其实夯不啷加起来就是18,000。那它最终好只能赚回3个客人，而这3个客人的成本其实也算算大概就是一个人大概是5,000块、6,000块、3,000-4,000块，你还会游戏还在外面背个三明治夹板，对不对？可是老师就是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了，我们现在在看到这个行销的部分品牌的建立又是一个难度了。他可能我即使来了，但是这个品牌我可能都没有很大的印象，吃一次跟其他的面店没什么两样嘛，去别家吃了，对不对？是。可是会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以前吃了一些五星级的一些餐厅啦，或者是连锁的比较高档的，可能是戴老板带同他们家的，会有人会有你吃完之后会给你一些问卷嘛，你要做调查哦。但现在呢，我们的爱评网也开始要转由这个软体的部分而且也要做到在 CRM 的这一块，这怎么做得到？为什么你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好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大家在谈 Big Data， 就是所谓的大资料化这件事情。那 Big Data 大概分3阶段，一个是看得到、看得懂跟用得上，刚好爱评网已经进入用得上的阶段。在过去7年我们累积的所有消费者庞大的消费者 behavior， 就是他们的兴趣、行为、喜好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可以帮店家精准找到哪一群人喜欢喝咖啡，哪一群人喜欢吃麻辣锅。如果今天你是新开的咖啡店，你如果想要用最短的时间之内找到你的新客人，招揽新客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帮你做到所谓的针对指向性的优惠发送，而这发送的过程中就可以帮你快速的找到对你店家最感兴趣的那群使用者，所以这是 Big Data 上的应用。可是我们知道 Big Data 是这几年来非常新兴的一个数据，在这个数据时代里头，以前这个数据你要么很难搜集，不然搜集到了没有办法分析。对。可是呢，像是老师现在有了这么多这个数据我可以去做到的就是这些消费者的行为还有预测吗？我可以怎么用？是，其实因为像这些 data 这些数据呢，而且其实在过去，因为我自己是开餐厅的，在很久很多年以前
我很压抑说现在的餐厅的一些平台已经做到非常的进步了，而且像科技之次哦，所以这边可以分析到所有客户的他们想要的跟我最受欢迎跟老板预期的其实它落差是差很多的。嗯嗯，好，我们刚才才在跟那个 Erica 讲说有些餐啊很奇怪，那客人来了一次他就不吃了，他就不要了。我们说常说骗一次就没了。对啊，可是这要怎么看呢？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这个是你们给店家的？如果我是一个餐厅的老板，我就可以使用这款 app， 对不对？对，它是一个否店家的一个 app 系统。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爱评生活通是给消费者来快速查找店家的，那我们爱评开店通是专门给店家来做行销管理的。哎，反向思考了，怎么做得到呢？重点是其实它是结合爱评网很重要的 data mining 的动技术，在这个 app 里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顾客关系第一件事情是建立关系的开始，所以其实透过这 app， 我只要每一次消费者来，我只要请他报上手机号码，输入到手机号码，哎，那等于是说这个消费者他必须也要在爱评网已经要是会员吗？他可以是先是店家的会员，哦、那如果店家想要在一起，对对对，他如果对于这个会员他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譬如说他的兴趣、他的喜好、他的生活圈，那他如果他能够转换成为爱评网会员的话，我们就能帮他做进一步的资料分析的动作，或者是他新创会员也没有关系。对，好，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哦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譬如说包含像是哎这个人其实来我店家里面是第13次了，那他每一次的消费金额是1200多块钱哦，他是一个。他是个大客户、哦、对，然后再就是哦，他上一次来的时间其实是6月多，哎，他其实已经1个多月没有来了、所以在这过程中，哎，我发现他其实在过去我曾经发送过优惠券给他，那我只要把优惠券点选起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只要完成交易的过程中，譬如说我把这次他这一次的消费金额要记起来，因为其实我觉得顾客关系除了关系的建立，还有你这个关系人他实际在这里面跟你产生的交易是什么。譬如说每次消费金额这次折扣后是800元，我输入好之后，哦，我们刚刚讲到因为他是大客户，所以我多给他2点，哦，完成，那这笔关系就记录起来了。那在记录过程中，这种不断的 data 的分析跟记录，就会是每个店家经营上面，除了只是出好菜之外，还有很重要的每一个小数据的累积，就会变成大数据的分析，进而就可以帮他做到所谓的顾客关系管理了。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说了，能够帮真正对的人量身定做出一道菜，但其实这个通常来讲非常困难。但是我至少可以透过 data mining 知道说你比较适合什么样是你的美食区，什么样是你的地雷区哦。是。但是大师，我们来看一下，老师这样子看一看呢、哦，他对于我们以前的思维有没有一些帮助？创业者会不会觉得更加方便呢？这个刚才这样听，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点神奇哦。啊，神奇！老师自己本身是看面相的，也很神奇啊。对对对，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在做所有的客户分析都有了、哦。那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在做到一个最完整的 CRM 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人的问题哦。就比如说我们把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产品端到客户面前的时候呢。在点选的过程，我刚才讲说，所谓的 CRM 就是让客户进来到出去都是笑着、开心的、最大的宗旨，对，是舒服的。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已经让客户感到有点哇哦，有点新奇了。可是我说重点是，还是回到那个点餐的人，对，点餐的人，那个人他是不是笑脸？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微笑天使的选拔？是不是有什么？是不是要第一名？这些东西都可以让这样的东西整个活灵活现，让甚至跟客人一起操作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才是一个真正。CRM 的宗旨，对，因为毕竟不是每个顾客啊、哦，或是每个店员都可以看到像 Erica 这样子的老板娘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除了这一套的管理系统、硬体设备之外，人还是回归到他的一切啦，对不对？好，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不管你要当老板还是当人家的员工哦，其实呢，透过管理人还有管理这个企业，都可以有些妹妹嘎嘎。休息片刻，稍后还要告诉您你所不知道的创业秘密。